我是 Ice Life。我要向你展示怎样才能在地球上某些最危险的地方求生。我必须面对一星期的挑战。在那种地方，如果没有适当的求生技能，你甚至连一天都坚持不了。我操，几个开挂的是吧？53级了，怎么还有？那。那我排游戏应该都是排跟我一个 KD 的吧？谁下面46个？就不像开挂的了，我说实话。这还有车，一标。不能了，带三号老弟去。我操，兄弟，你真不是开挂的吗？操！光是坐在那里，我就感觉他强的可怕。大仓，是你在打我吗？啊啊！退出去，退出去！来，我来救人！舔包呢，我操！还有人，还有人啊！前面楼里有人。有嘞，哥们有嘞！哎，我的妈呀！死完了吗？嗯。我操！讲到这，我这个排的号，这排的队友要不就很厉害那种，就 KD 应该很高啊。但队友我看也不像开挂的，同时也不像很厉害的。什么情况？打起来了！我操，在他们视角里，我是不是一个死在死装的夹子呀，兄弟？有车来了！啊天！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蛮痛的，
二号边有两个。修个俩，确保胜利。还在二号边厕所。带给路人都这么简单能吃，怎么跟你妈强哥吃一晚上吃不着啊？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啊，大家心里有数就行啊。关于这个，我勒个去，大饺子呢？绿丸，他妈也太多了，全进这屋了。有人，好几个呀！帮个忙呢，兄弟们！他妈！我操！哎我操！我妈是一枪爆头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拉人。哎，我靠，我脸上脸。哎，枪枪头啊，这都是。可惜了。在房间里面是吧？屋子里。有个雷，嗯哼，我强哥什么情况？强哥咋爆米了？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强哥你疯了，强哥。来了。这强哥送防火箭，谢我强哥，什么情况？脚下来的呢？啊，脚下。我见到。没看见人呢，哎我操，哎怎么直接溜出去了？就是房子里面，房子里面小心点，喷子，哪个屋？阳的是这样，注意身体。在医疗能打吗？枪咋还坏了呢？啊？就我没蓝圈。雷。好了。
是不是有刺绣啊？还有人。操，把刺绣浪费了。他身上有刺绣的这人。可不可以帮忙架一下？我去堵桥。两个，他妈车内有一个，他不漏。你们别搜里边了，搜不了了，打完了一堆盒子。你们打的这个是什么符啊？样符。哎。挂逼符。嘿嘿。嗯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操！怎么这么多人？浪费一个雷。你们有三级甲吗？刚才那个三级甲被你打坏了，傻子。你可以捡着，我给你修，我给你修的。我维修的，修一下不就行了？你可以修啊 ，OK， 我接。那你把这个修一下，你把它修一下。完了完了，你先穿着呀，你直接穿不就行了？来车了，来车了，包括来车了。哪？来。这儿有我，先让我打一炮。就看你这一发了。好了，我靠！差一个哈，好了一个，倒一个，可以上啊！标个点，标个点，点标。四标，四标，四标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前面有人扑烟了。哎呦操！打一下。山上来人了，兄弟们。四标四标，走，先去进圈堵他们。不用，直接清了。嗯，我操，还有刺绣呢。妈的，人家进圈了，我操！人家在房里。老毛，这里怎么有毒狼啊？我操，跟你们打架好开心啊，到处都能杀人。我操！我操！妈的，打得我剩一点血了。这家伙像锁甲一样，不打了，吸了。你有烟吗？没这两个傻。没事。雷。啊，没招。来。哥们太帅了。没你帅。啊，我这个三级甲，我和队友开飞机。嗓子哑了，别喝凉水了。哎呦，我操操操操操操！他没看见，我也假装没看见。这个车给我吧。那个这我操，这破车你也要，兄弟？哎呦我操，来了，有空投后面。你猜我为啥要？
兄弟，三级甲，三级包，他俩还没找到飞机呢，咱还能见上面吗？有这样的队友，你几点上线？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奥利给！我操，别来了，有点吓人。不太奥利给，兄弟，听着要不行了，有点吓人。现在地方有人的啊、哦，我们就在前面待吧。好。实在不行，他皮卡多后街还跳了一队，我操！这里，哎，话说打身子是不是啊？这个 ，yes， 二 D 加死，我操！这圈怎么这么熟啊？蓝楼楼顶倒了一个兄弟，你可以。浪费子弹呢，万一还补不到。轰炸机，我操！什么情况？牛逼，退了直接。我操！操！牛逼嘞！这俩人这样打游戏，咱俩就跟双四没区别。咱俩好像个傻逼，兄弟。没，幽默。哎，过来捡那个大狙吧 ，AM 牌那个。你不打吗？不打，就打子弹太少了。我头顶有车。不是我打的你哥，拳击馆有人，空投了，空投，哎呀，哎，这这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法马斯哥，你是不是要打标点儿？我得先看一眼吧，兄弟。嗯，我再看底下，我能把底下卡了。那、啊、我看，我。啊呜！咦、哎？你下那边，我往右边拉。嗯、啊，右边有人，小心点。就是你得卡右边的人。我操！我操！同款枪械，兄弟，山顶处没人，那我走位可要大胆起来了，兄弟。完了！我操！不行了，不行，没招，没招。真客气啊，抖音老铁。等于老铁是眉毛撕了有点，哎呦凶的，哦你也就打两百啊，可以好吧，正常人，这是正哥们儿正常人，兄弟，那俩我不评价了啊，那俩人参果，那俩老大，兄弟。